各位好，欢迎各位来到这场由动物大学所举办第27届苏州杯全国高中职辩论锦标赛。我是本场主席陈文谦。首先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辩题。本场比赛辩题为：正方手机业者应协助执法机关解锁手机；本方手机业者不应协助执法机关解锁手机。再来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专案主席左手方的是萧敬宏学姐。大家好。专案主席右手方的是张志龙学长。各位好。专案主席正前方的是吕哲海学长。各位好。接着再来介绍双方辩士，正方由成功高中担任，正方一辩也是今天的结辩卢正，鼓掌各位。正方二辩洪宇佩。正方三辩吕怡雅，鼓掌各位。接下来叫他反方，反方由百灵高中担任。本方一辩谢炳麟，大家好。本方二辩杨如意，本方三辩也是今天结辩魏纯勋，鼓掌各位。本场比赛采七加二当40:40，也就是申润直询结辩各4分半。本局将于3分30秒时按铃一下，3分59、4分整时各按铃一下，4分28、29、30秒时各按铃一下。届时请台上辩士停止发言。本场比赛一律由反方进行结辩，不另行抽签。比赛即将开始，请在场各位将手机调成震动或者静音，以免打扰比赛进行。本宣布比赛将于抢先1分钟后开始。各位好，在现今的社会当中，手机与人的关系比起之前更为的紧密。现代人的生活都离不开手机，利用手机与人联络、上网、办公或储存资料，都是司空见惯的。手机已经成为我们身旁最常使用也最重要的工具。也因为手机拥有这种特性，所以更可以在执法机关侦查案件时多加应用以协助破案。而宪法第22条列举之概括自由权，除为防止妨害他人自由，避免自己危难，维护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之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我方认为，手机业者在一桩需要手机接手才能破案的案例中，他的地位就好比证人。我们会要求对案件有所了解或者掌握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出庭作证，作证是他们的义务。手机业者由于拥有较多的知识和资源，对于接触手机能够有两个好处：第一，手机业者能够用较快的速度破解手机，能更快防止下一桩惨案的发生；第二，手机业者能安全的接入手机，使手机里面的资讯不会遭到破坏。而手机业者协助执法机关接入手机，能协助维持社会秩序，以下六个措施。首先，需要通过手机业者协助执法机关接入手机，能协助破案。许多的案件破案的关键都只剩下手机，但迫于现实无奈，使得犯人逍遥法外。根据风传媒资料指出，目前校有205只尚未能够解锁的 iPhone 手机，成为治安所无法触及的死角，更有可能导致惨案的再次发生。联合新闻网资料指出，警方在这次巴黎恐攻伤亡最惨的军旅院唐勒斯孔，发现了一只嫌犯丢弃的手机。根据手机内的通讯资讯，局限找到嫌犯所在公寓，击毙恐攻主谋。倘若这个案件没有办法尽快成功破案，
那将会引发的后果可能是嫌犯会再次犯案，使得百姓无法安宁，生活在恐惧之中，造成社会更加的动荡不安。而手机确实也有助于协助侦破案件。根据地球突击队的资料显示，有实际案例是警方在嫌犯的车上发现枪械，并且在他手机里找到可以作为证据的影片和照片，才使得嫌犯愿意伏法认罪。或者另一个案例指出，我们警方协助啊，我们警方借着嫌犯手机的通话记录，成功搜索到嫌犯住处，带着售票找到嫌犯藏匿的毒品和枪支。及在另一份美国学生杀涉案件中，当局调查其手机全球定位的数据后，证实他与车贷死者失踪当日曾出现在牺牲地点，并且期间启动手机电筒9次，方便埋尸处理。再加上像 Siri 的询问牺牲地点记录，证据确凿。资料还有很多，但结论只有一个：手机中的资讯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许多悬而未解的案件，阻止下一次犯罪发生。其次，在现况下的调查手段中，能够利用监视器、监听、坐票等等的手法来侦破案件，甚至在有需要时，警方能够查扣整台电脑，或者是调阅通联记录来协助破案。像是根据《苹果日报》资料指出，警方在李宗瑞曾经查扣一台电脑，追查电脑内的资料后发现证据，并因此为起诉李宗瑞。这些手段都与只有手机有利，也就是让其部分隐私权换取社会安全。方便需选择放弃所有侵犯隐私的解决犯罪手段，或是证明手机系统与消失方式的差异之处，否则对方便是逻辑矛盾。我方也知道，为了达成社会安全，手段并不容易相当。但当我们面对有犯罪嫌疑之人时，我们才会使用一些较为严厉的手段来进行侦查，例如利用监听的方式管控他与其他人的谈话内容，或是运用搜表方式，我们会进入他的房屋内，搜索一切可能跟作案有相关的嫌疑的证据。那手机解锁也是一样道理，当我们认定他有犯罪嫌疑，我们就会要求手机业者进入他的手机里面的内容，提供他与别人的联络记录，以及一些内部所存的档案等等。以此类似，前方的两者方让执法机关能在办案时更有机会来破案。因此，有待方便有进一步解释与现况既有解决犯罪手段之间的差异。其实情况之下，人民都知情，将资讯或权利交给政府，甚至将风险可能是外泄，可能是政府滥权，但我们仍然会把人民的许多资讯交给政府，为什么驻足国所得？因为政府存在能够提供人民生活在一个安心的社会里，或者降低安全，人民愿意承担风险，让我们有权利解决犯罪，让社会安静，使民众能够安心的生活。综合以上，我们认为首先应协助主管机关协助。下面是涉及到法律的，请他把二列上台继续。这手机是跟嫌犯有关，才会知道他的通讯录，才会再去检查。
到，就是第一个开头就是写慢就写不熟，不然他也不知道犯了什么。苹果手机存放的各种照片和
资料等，都是每个使用者的珍贵宝藏。而这只手机就像一个金库一样，一旦有了这把钥匙出现，无论是美国政府甚至网络组织，想要如入无人之境地任意打开这些网络上的金库，势必会想方法取得这样的后门程式。然而，骇客攻击各大企业与政府的网站的案例又是屡见不鲜。三星的手机因预设软体安全接受等问题，让骇客可以直接利用瑕疵机的取得用户手机内部资讯。这样的手段更可直接利用 WiFi 入侵，而招致侵害手机多达6亿只。2011年在白宫声明当中也提到，中国骇客白宫网站的地区使用。2005年也有发生过骇客入侵教育部行政院及政府的网站，并令其瘫痪数小时。更甚者，曾经席卷全球的骇客诈骗攻击事件中，骇客侵入了各大企业的财务电子邮件，并拦截交易项目，并执行新的交易，将汇款汇入骇客的银行账户。受此攻击，新生企业平均损失高达400万台币。更有资料显示，随着数位资料时代的来临，资讯从越快越自由，骇客攻击的机会也越多。手机是数位资料时代下产物，随着数位时代的发展，安全手机也面临更严峻的安全挑战。也就是说，当 FBI 要求苹果下放安全保护线，他们数十年的防护得以避免爆发千百万遭骇客入侵，基本安全将毁于一旦。苹果是否送出接入软体，也就代表资讯安全的防线是否被攻破。苹果把这把钥匙能打开的每个锁，代表上千百万的用户资料将公诸于世。但这把钥匙适合任何人类所驾驭吗？面对科技发展，生化武器核能发展越来越有效，越来越危险。但为很多国家仍旧直接明年禁止使用，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透过一个有效规范的制度，可以控管这一切被外界盗用的滥用。面对资讯安全与资讯隐私权被侵害的同时，我方认为受人所教的苹果公司更不应将这把钥匙拿出来。故此，手机者不应侵入执法机关接受手机。谢谢大家。请对方闪电上台。等等，这我们稍微超过去。好，对不对？所以在现在的情况。
法正确正告诉我们说，今天手机里面所包含资讯一定是更多的。好，最后没有，你方今天在前面的咨询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今天是不公共利益要如何评定？最后没有，今天是不是其实我们今天评定要不要使用一个手段，是这样依据宪法的比率原则？对，最后没有，所以今天是不是我们就要去比较一个案件它的利益大于弊害，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手段？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现在的情况下，是不是会出现说今天会有利益大于弊害的案件，然后也会有利害大于利益的案件？那可以请您举出那些案件吗？对不对？我方前面的辩证当中也已经举出来了，像例如说巴黎恐攻，像例如说像您方自己在辩稿里面讲的加拿大枪击案都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对，刚说弊害大于利益吗？还是利害？就是今天会有利益大于弊害的可能性，也会有弊害大于利益的可能性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其实是不是你方可不可以肯定说，就是今天我们就是应该要讨论一个通盘的，就是今天这个手段到底如何使？今天他这个手段并不是完完全全就是一定会弊害大于利益，也不一定就是完完全全利益大于弊害。你们可以承认这一点吗？可以。对吗？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在对，所以今天对方你方今天要告诉，所以今天你方告诉我们是今天手机为什么一定弊害会大于利益？你们可以论证这一点吗？今天手机弊害一定大于利益，你们可以论证这一点吗？我刚不是前些时间才跟你说，手机里面资讯，虽然手机里面资讯可能包含的国家机密跟企业机密吗？但接着你手机看到这些，不就是那个弊害大于利益吗？专门不一定啊，那你有可能会。所以你认为国家机密被别人知道是好事吗？专门国家机密不一定会被别人知道。但不是说接触的是手机了吗？专门接触手机，所以呢，这些国家就是国家看到国家的机密有什么不对的？但国家看到企业机密跟新冠肺炎。根本你们要举出资料来证明说今天这件事情真的会发生吗？我们要有资料可以举证吗？对不对？你们无法举证吗？那现在是你们先方，你们就无法证实，这都没有。这方面上还是个。业者一样，当今天手机业者帮助。
到手机的方法才能够破案的。举报你广告资料来说，当今天在最闹世界之下，如果手机业者没有帮助政府解锁的话，说不定下一波的恐怖攻击就马上发生，造成的只是更多人的伤亡以及牺牲。而在我方的世界下，我方就可以保障这些人民的安全，阻止下一波恐怖攻击的出现。而在对方的世界下，对方认为对方在对方的世界下，他们不使用监听监视搜索票这些可以帮助破案的手法。那我方很疑惑，到底在他方的世界下，政府到底要怎么去破案呢？是不是每一个案件如果都没有办法使用这些侦查手法，没有办法使用这些侦查手法的话，在他方的世界之下，就会有很多的案件没办法破，就会让更多的犯人逍遥法外，人民就会担心自己活在一个不安全的社会当中，人民会很害怕自己身边的人是不是就是那个犯人。在对方辩友要告诉我们说，对方辩友要告诉我们说，手机里面的资讯是更多的，里面可能会有国家机密什么的，但是对方辩友还是没办法论证说，到底为什么我们手机里面会有这些国家机密或是更多的资讯？其实我方认为，手机对很多人来说都不一定会使用手机的，工具的使用是因人而异的。假如说像我们今天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外公外婆，其实这些人也都不太会使用手机的，所以我方没有办法认为对方辩友所说的为什么手机里面会有更多的资讯。在对方辩友说，我在我方世界下有可能会产生泄露的可能，但其实在对方辩友的世界之下，也会将许多的资讯交给政府，让政府去执行一些动作。那对方辩友也没有要废除这一些，把自己的一些资讯交给政府。所以呢，其实泄露这方面在两方世界都可能会发生。在对方辩友说到我们做这个手机破解流程的心态，但是我方在上面出席会发言，请到三遍上台继续。六六，你好。首先澄清一点，我方刚一遍告诉大家是说，我们认为监听搜查这些手段，它的本质是不对，是不好，因为它是侵害人民的私权。但是我方想告诉大家是说，因为监听搜查这些东西，它的手段是比较好控的。比如说，我今天去你家，我是为了查枪，那我找的地方就绝对会是，就是我找的东西形状应该是要像枪的，枪的部件。或是说，比如说我单纯只是想要找一把枪，或者我单纯只是想要找一些东西。我现在搜查的时候，它还是会有一些限制的手段，但是在你方世界底下，手机解锁里面的资料是太多的，就像是我今天进去里面，我今天只要把你手机解锁，我是说我只要都得到。但是当不了，你方还是没有跟我们证明说到底为什么。好你要搜索所有地方，你才能找到那把枪啊！你要找到，就是把你家里全部都翻遍，你也是把家里全部都翻遍，才会找到那把枪啊，对不对？是，可是我方想的话是说，今天搜查的时候，我还是有一些限制在这边。但是你方今天是，但是我今天把手机全部解锁，我所有资料都公诸于世，就是说，在今天我方这些底下是，你方在我方这些底下是。Apple 这些手机也只要开一个漏洞给他，然后让开一个更容易泄露，让资料更容易泄露。比方说，我们印象的问题，方表您方刚举出那个巴黎恐怖案件，是不是它是透过通联记录，对不对？那第二个，通联记录是不是可以透过不要手机这种电信业者，是不是可以解决？方表说您方解决，是不是可以用其他手段解决？方表，假如说你今天没有这手机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犯，这你根本就不知道犯是犯人啊，对不对？对，我方今天没有的，可是我方今天想办法说。你一定要
发现今天要有这只手机，可是我方相信不需要完全解锁这只手机，我方今天只要用手电信业者那边调通讯记录，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不解锁这只手机，怎么会知道里面有通讯记录？而且为什么叫做不解锁这只手机就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因为你要不知道，我方今天打开拿 SIM 卡拿出来，你知道吗？我方今天把 SIM 卡拔掉，我是就可以知道调通讯记录吗？因为这是电信业者的部分，电信业者的部分啊。对不对？所以今天您方是不能告诉我说，只有手机有问题的，我方是不是可以从透过其他解决方案来解决？但是对方表示，我方就是解锁手机来看到里面就是有可疑的对话啊。不是啊，不是啊，对方没有，您方是通联记录哎，通联记录是不是可以从另一头调就好了？我今天跟你聊天，我今天用就是通联记录啊，不一定要知道内容嘛，对不对？有没有？而且您方今天资料告诉我是通联记录，你要去进行下一个问题。好，对方没有，您方就告诉我们说是。您方的公共利益是一个，就是要创造一个安全社会，对不对？好，那对方没有，在我方这边底下，您方先将手机结合，要将手机锁，势必要叫这个这些电信、这些手机的公司，是不是要自己创造一个漏洞，然后再把这个钥匙去给这个 FBI 或是政府执法机关，然后让这个漏洞解开，然后结合的是手机。那相对来说，是不是其他骇客更容易进去侵犯到这个侵犯到手机里面的隐私？那这样是造成一个更不安定的社会，有没有？我方认为是在政府找到一支可能有，就是需要，可能有嫌疑需要破解案件，然后再交给手机业者来进行解锁，不会去开一个什么特别的金条。那有没有？那你方怎么解锁手机？就是我方今天就是找到，就是有一支嫌疑犯的手机，然后我们就把这支手机送交给那个鉴，手机也是，手机也是哦。好，那手机都怎么解锁？方便？是不是自己本身系统就要开一个漏洞，然后拿钥匙来去开？可是什么意思？方便哦，在我方这里啊，我方告诉你说，今天要解锁手机最快的方法就是手机的自己制造一个漏洞，然后再把这个解锁钥匙给 FBI 或者给自己来解锁。那对方有今天不要，今天既然不要给他来解锁，但是给自己解锁更容易找到。这个便是太不行了，耶！接着吧。你看到二便上台是二。我刚想强调的是，真正的接收手机没有大家想的那
一个钥匙来进入那个漏洞，或者是他们还要自己做一个漏洞出来，再做一个程式，那到底是可以快多少？然后那些节省下来的时间的利益到底是体现在哪里？有没有放进入里面？对，我方认为 FBI 要求 Apple 处理那个漏洞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因为神送就是有一份案例是神送遭到那个提醒说有漏洞，没有，就是他的漏洞会很容易被骇客入侵，但是神送没有去处理那个漏洞，但是那个电信业者在半年前就提醒神送，但是神送就是没有处理，这样会损失约就是6亿客户的资料跟讯息，但是反观 Apple 却是在发现有漏洞以后，就马上提升他们的系统去弥补这个漏洞，而神送却是放任那个资讯被骇客骇入，然后损失6亿的客户资讯。所以呢，手机业者面对漏洞的态度不够严谨的时候，那客户的隐私资讯就会遭到损失，就会被骇客侵入。再来，如果是苹果制造出一个漏洞来让政府能够更容易，就是让自己能够更容易进入手机呢，那骇客也就相应的更容易入侵。刚刚讲到
到发音恐慌的案例嘛，有没有？那他请问一下，你帮我做调查研究，在你帮更知道犯人是谁的时候，你帮他如何调查研究？那我可以拿那些？没有啊，对了，你方没有解的，可能那你妈的情况下，你妈用手机拯救，你妈连信卡，你妈拿信卡不就是一样最直接解锁？不是，解锁是比如说可能会看到里面通讯软体的记录，或者是一些档案内容，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们拿信卡是为了确认犯人的名字。那么你们不就是利用手机里面，你们还是要把手机里面资讯拿出来吗？没关系，也是另类的解锁。因为我们只要调出来就算，我们并没有要看他可能那个毕业通话内容之类的。没关系，就拿手机里面的资讯来，还是要利用手机这个导体来帮助他破案嘛，有没有？那请问一下，有没有？那你刚刚讲到，你们今天讲到，今天手机里面有许多资讯，今天可能你方说国安机密等等的，但对于其实不同的人不一样。今天刚刚讲到，今天在国安机密情况，你方认为手机的对，你方说，你方不是说今天对一个手机里面的东西其实因人而异吗？你方认为可能有些人没有。好，咱们应该这样讲好，各位，你方讲到今天，假如是一个业者，他手机里面可能有商业机密啊，或者什么的，那对吧？今天他的家里面会不会也可能会有商业机密的那些资料等等？对，但是我们那根本不会去看那些东西。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但是你妈所说的，其实你妈在售票上，这些东西也是会被看到。但你妈其实，你妈售票跟无法手机其实无法比较出来，到底哪一方侵害比较多？因为在不同人的情况下，其实有不同。有些人像我阿公阿妈，他们可能根本不用手机，对他们来说，坐我家里远比坐他手机重要。所以对他们，你妈应该要告诉我妈，为什么你妈认为手机页检那个检查手机页东西就一定有更多的东西要侵犯更多的隐私权？好的，再请你妈抽一个。那在您刚说到说今天，我刚刚你说我们那个手机会很多侵犯更多隐私权，但我刚刚已经说过，就是手机里那个，比如说 LINE 那里面有没有？没有，对于不同人来说，手机里面会有不同的功能。你妈应该告诉我，为什么你妈认为所有人手机里面都会有更多的内容在里头？而我刚只是想请问一下，手机是对那个人隐私权？那张淼，那你妈搜索家里对那个人的隐私存在侵害？好，那张。刚刚讲到说解锁手机，你方认为说后来到底有什么案例？他刚刚我刚告诉你一个问题，刚刚有件事，我 FBI 只有那个嫌犯人选择大小写啊、字母和六位，理论上要五年的时间就可以破解。他说理论上五年的时间就可以破解手机，因为上面每天24小时都有一个人在那边按手机，然后再把信卡拔出来，再塞进去，拔出来塞进去，他总共花了5年的时间就破解这手机。他说在巴黎恐怖案件中，他已经犯了，他可能在犯袭击恐怖案件，他更无法破解。那另外，你要这么说，就是他会接下来有后续的恐攻，然后刚刚也说过，那个苹果解锁手机没有大家想这么容易，或者是还要再可能再造一个漏洞，或者甚至要自己造一把锁。那你们到底被迫可以省下多少时间留在里面？
到底要搜查几个地方才能够找到我们，是不知道。所以这东西其实是一个未定论的东西，是我们今天讨论。而今天双方也有可能搜查到一支枪之后，可能两个会不会有第二支枪、第三支枪、第四支枪，所以把整个地方都搜索一遍。所以说今天他方除非要论证告诉我们说，手机里面所含有资讯量一定比鉴定的搜索票所搜索到的资讯量多，这样子他方才能够论证成功，说告诉我们说今天手机解锁的。手机解锁会比资源侵害更大，而且今天我方也要告诉各位是，今天他方告诉我们说搜索票跟监听更加的容易控制，但今天其实事实上并不是这个样子。今天手机同样的也可以跟搜索票跟监听一样，用同样的方法来进行控制。今天我方当然也知道这个他们不同意说搜索票跟手机使用的那个其中他原本的本意，但是其实他们还是使用这样的手段。但我们不了解的是，他们同样也可以不同意搜索票所原本的本意，但是他们同样使用这样的方式。我到底为什么我们无法去使用这样的方式，还有待他们论证告诉我们。而今天我方所要表达的，其实就是今天搜索票、监听，还有手机解锁，其实这几种方式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手段。今天他们对人民的隐私权侵害差不多大，今天他们所能够达到的惯效率也都差不多。所以今天会产生的一个状况就是，今天我方不了解他们为何不能够同意搜索票这个手段。今天我们会去搜索一个人的家，一定是因为他是个犯人，所以我才会去搜索他的家里。今天我们去监听他，一定也是因为他有犯罪嫌疑，我们才会去监听他。因为我们解锁一个人的手机，但也是在他有犯罪嫌疑的前提之下，我们才会对他做出这样的行为。而我们今天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今天，不然我们认定他有犯罪嫌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对他的权利造成一些侵害。我们为了就是要破解这个案件，为了要不仅是证明他的清，或许是证明他的清白，或者是抓到他就是真正的犯人。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破解案件，会怎么样？今天我们发一种共事件，因为我们如果无法破解，无法到手机解锁来破解，那今天可能就会造成第二起、第三起的恐攻再度的发生。今天我们加拿大枪击案，我们如果无法用手机解锁来定他的罪，那今天他们可能就会被因为无罪推定原则而被无罪释放。今天他们有可能会再去犯下一起的案件。我们今天所要表达告诉各位的是，今天手机解锁就是多一种方式，我们可以抓到犯人。今天这东西其实它并没有明确的不能够使用的理由，但是今天它又确实的是多一种方式可以帮助抓到犯人，因此我方认为手机解锁这东西使用其实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而且也有其急迫性，让我们能够更快的抓到犯人，让社会更快的破案。因此我方认为，手机的影协是抓到犯人的手机，要抓到影协上台出去。上面的吗？您刚刚是不是说，监听可以用相，没有，只有手机可以用跟监听一样的控制方法？是。那请您举证说，打开手机就是手机对隐私权侵害，可以跟什么监听跟搜索伤害隐私权伤害一样？应该是您发问的刚刚为什么是今天是？没有错，没有。您手机解锁的隐私权侵害会比搜索票跟监听还要大？没有，那先请您方便论证手机的这个开手机之后，隐私权的侵害跟其他什么？杨经理，您刚跟我说可以跟监听跟搜索类比，不是吗？对不对？因为这东西都是因人而异的嘛，其实我们也不太懂事。好，因人而异。所以今天其实到底哪一个我们不知道？所以因人而异，就造成资讯量过多跟过少的情况，对不对？今天可能搜索量过多，有可能整理过。没有，有可能手机过多。你先跟我说，打开手机里面资讯因人而异，所以会有资讯量过多跟过少的情况，对不对？是。那好，你资讯过少，假如资讯过少的话，你任意去侵害那只，没有任意解锁的资讯量过少，是不是对他隐私权造成伤害？是。那资讯量过多，是不是也对他的隐私权造成伤害？是。那我们要下一个问题，你刚跟我说，你刚是不是也跟我说，为何手机业者需要解锁手机的效率存在？今天我方也确实听过了例子。说靠手机解锁，我知道所破的案件跟另一个案件，是手机确实有手机，现在确实有手机解锁破的案件跟另一个案件。那可以看什么？就是我们在一边聊的时候都有提到，就是
像后面我们提到的所谓像一些提到的像地球同类的资料，地球，比如说像心理询问说那个长期的资料，其实都是靠手机资料来获得案件。哦，好，那您刚跟我说您方是不是跟我说手机？还有一个是您方刚提的加大强力量。哦，那好，那个我先方便。您刚跟我说手机的隐私，手机设备隐私跟监听多的情况下，我方才会说。您刚是不是要解锁手机？是。那么解锁手机是不是为了看到你隐私跟监听还有更多的证据？就是隐私跟监听看不到的。那您刚是不是？那我可以先论证这一点吗？说你的手机可以，解锁手机可以看到搜索跟监听更多的证据。没有，我没有看到更多的证据。那您刚看到的监听，我今天要告诉的是，就没有。对，你方没有看到更多证据。你方今天要用搜索票来破解案件，是不是也要看到监视器或者监听看不到的案件？对啊。啊，对啊，对啊，我这手机解锁是一样的意思吗？什么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今天手机解锁这个东西，它就是要今天就要看到说今天搜索票跟监听看不到案件，就是今天任何一种都有可能看到案件，也都有可能看不到案件。然后主要表达，就那你可以问这些吗？你刚刚要讲到。对，任何手段都有可能能够找到证据，也都有可能找不到证据嘛。这也是可以合理。好，那你刚跟我说一面资讯因人而异，对不对？是。那一面资讯因人而异，是不是对个人的侵犯，也就会随着因人而异的程度很大？假设你跟我手机因人而异，那我放手机，然后我只要你的资料相同，好吧？那假设你现在我跟现在你是一样子，可能是吧？到底是还是？那假设你只要我的手机面比较多类似那种我的笔记，然后你的都是没有什么东西，其他那只要你看我的，是不是可以知道我的笔记？那不是我的侵犯比较多吗？那今天我妈说，我方面要告诉你妈，就是今天搜索票也有同样的状况，监听也会有同样的状况，监视器也会有同样的状况。你们如何说有其中的差异，就带有带警方的责任？有什么差异？跟只有手机跟监听跟就这些手段到底有什么差别？这些手段有什么差别？你方可以再跟我说一次那个对手机的侵犯，对隐私跟监听的侵犯吗？最终没有。刚刚在电视上面是个。让人民受到感觉，就是这个我。
对方直接让人民暴露在一个资讯曝光的危险底下，我方认为这个伤是无法承受的。那，而且再来说，我方今天再来就是说，对方没有今天完全没有告诉我们有个例子，只能透过解锁手机。对方没有，我方告诉大家就是说，今天都其他手段来这个调其他的资料来破解这个案件，不一定要造成那么大的侵害。对方没有一直告诉我们说他们的这个资讯量可能过多过少，可是大家对方没有要想一想，今天资讯量大的时候，可能是国家机密，可能是你的商业整个利益的这个庞大的经济就造成损伤。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伤害这么多，对方没有怎么担保说，我接收手机后，这个造成的侵害是可以承受的。那再来让我们比较一下，我方今天想告诉大家是说，今天例如说生化，例如说生化武器，例如说核能发电，我们都是在评估。没错，我们承认生化武器杀伤力很大，我们可以用于战争，核能这个发电很大量，那个我们可以用于这个民生工业。但是为什么德国不愿意用核能？为什么大家签署不要用这个生化武器？那就是因为今天他们带来的利益虽然大，可是他们造成的利害是我们经过评估以后没办法承受的，没办法承受。所以当今天人类社会进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回想说，这些利益这么大的，可能利益可能有这些利益的手段，可是它造成的利害却是这么大，那这样的世界底下，我们是无法承受它。所以我们愿意将这些手，我们愿意将可能愿意将这个生化武器，这个不要继续让它发展，为了维护我们更安定的社会。对方没有世界点是什么？对方是没有世界点是把这个手机这个无线这个解锁，然后让这些资讯外流，让这些骇客有机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社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影响到一个全球的这个造成一个全球性的伤害。那这样的伤害世界底下，对方没有只是为了想要让人民这个有一个短时间的安定，然后让他们觉得这个活在一个很好的社会。那这样的世界比较一下，到底是谁比较好？这个对方没有可能告诉我说，这个他们到底好在哪里？我方认为是不好的。谢谢大家。在八二月上海的局面，手机不会比那个监听的搜索范围控制。那到没有，我方问下一个问题，到
我是接收者这种东西，还是透过靠通联记录来解锁？方便哟。
今天为什么人类他们会限制核武？为什么要限制这个生化武器？比如说钢筋、炼金术师，为什么到最后那个鞋子一直要被禁用？就是因为他的能力太强大，是因为他后面带来的力太大，他造成厉害的这个更大，他造成人类任何人都无法驾驭这个东西，所以导致说我们必须这个在这个时期，我们要先把它这个禁用。那就成一套一个电机，先只有手机后面带来的资讯量太大，后面侵犯的隐私这么多，在解锁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骇客进来，造成我们国家的安全、的社会经济的动荡。这样的世界底下是我们目前人类是没有办法承受的，所以我们只能忍痛无限这个现在的能力，所以我们将手机先禁止解锁。那未来的话，可以说我们在谈。那今天世界底下是刚刚没有描述的价值，叫做说，今天只要为了国家这个国家利益，为了社会的安定，我们就可以将手机解锁，以破获案件。但是我们今天想要告诉大家是说，今天在对方世界底下是说，其实手机解锁以后，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第一个我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救成，对方告诉我们的资讯多或少。那再来，我们再拉回来告诉大家说。今天对方承受的厉害，可能只是人民一时的愤怒，可能告诉我说，今天手机一时没有办法解锁，我认为现在的治安不够好。但是在我方世界上，在我们世界上是什么？我们世界上是今天就是说今天手机业者自己开了一个漏洞，导致数千百万的这个骇客进来，导致这个数以这个千计的数以万计的这些资料才被泄露出去。那这样跟这个短时间内这个民众他们愤怒，这样比较起来，到底是谁暴露在更危险的地方？再来对方辩友今天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利益到底是什么？他告诉我说他们得到这些资讯的利益在哪？第一个，他们可能是帮助破案。那帮助破案这个东西，我方认为今天是因为帮助破案这个东西，当中说它的公共利益被损害了，它后面要补偿的单纯只是一个就是让人民安定的这个机制、这个心情而已。所以在这样的世界底下，单纯只是因为时效性的问题。那在我方的其他手段底下，就刚几轮这个资讯、这个资料、这个攻防底下，我方也告诉大家说，今天不只是解锁手机。不只是需要解锁手机才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资讯，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手段来得到。那这样的世界底下，为什么我们要去选择一个侵害更大的手段呢？那是选择一个侵害更小的手段，我们这个才可以这个得到更大的公共利益。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为什么我们要手机解锁呢？那Brown Bell可能会跟我们讲说，这个可能会有这个预防的问题。就我方今天想跟他说。这个预防到底是预防多久？不是说今天解锁手机，我得到这些资讯，我不能通过其他手段得到。也就是说，我今天想表达的意思是说，今天解锁手机未必会得到，就是这个时效性的预防未必会得到它的利益。那所以今天我方想要陈述大家就是说。现在人类他们，我们现在人类无法承受这么大的资讯被损害，无法接受说这么大的弊害存在，所以我们决定先将手机禁止解锁。那在对方视野底下是造成一个更严重的一个安全漏洞。那我方目前无法承受这样的弊害，所以我方这个不知道未来可不可行，可是我方想告诉他是，我们现在可以将人类暴露在更大的。更危险的一个安全之中。接下来，请正方协辩上台做记录。
今天若今天不使用手机，我们其实可以很合理、很直观的想象，今天总会有一个案件，它里面所这个犯人他所有资讯都摆在那一只手机里面，而这个手机不解锁，我们就是无法定这个犯人罪。这事件是可以想象的，可能发生。但是今天这件事情，它到底对于社会，真的背后造成的伤害是什么？其实大家都记得当时的小灯泡事件，当时这个事件一发生的时候，连父母都告诉你什么？他父母告诉我，吴正，不要出门，今天出门很危险。今天在汤熊事件的时候，每个家长都害怕，今天把你的孩子带出去，让你的孩子到外面自由的玩耍。那今天这个事件本身，其实对于受害者本身固然是有伤害，但其实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是有另外不同的影响。今天一个案件发生了，今天在汤姆熊事件被破获了，今天小灯泡事件被破获了，这犯人都被抓到的情况下，社会还是惧怕的，会不会有下一个人？会不会再次发生这样的案件？这事件是不是会发生？这在已经抓获到的情况下，人们都还很恐慌，这个事件会再次发生。但如果是没有抓到的情况下，又或者是抓到后还被放出来的情况下，这些情况下发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今天第一个，在一个犯人的角度。犯这个罪，我只要把所有的东西存在手机里面，你也拿我没办法，那我就这样做。那这样对犯人，这就是一种鼓励犯罪的行为。那对于一个受害者，对于一个普罗大众说话的好公民老百姓而言，又是什么呢？今天犯了这个罪，也不会怎样，谁保护我的安全？今天就有一个人出来杀了个人，他因为他直接放在手机里面，你不能对他怎样，政府也不能定他的罪。他就可以继续四处害人，他还是可以在社会中，他不用受罚，不用被关，政府无法保障我们，我们的安全在哪里？我们今天最后的情况下是什么？这个案件，今天小朋友走在路上被杀害了，从此再也没有小朋友敢，没有家长敢放小朋友在路上走。今天在公园有一个小朋友受到伤害了，今天从此公园再也没有小朋友在那边玩耍。今天走在路上，每个人可能都背着一把球棒，他都害怕。今天有一个人来伤害我怎么办？政府没办法保护我们。那今天慢慢的，今天这个社会是什么？今天这个社会打完全达成刚所要的意思，每个人就只关在自己的家里面，外面世界太过可怕，我们不知道外面世界有什么人，做了什么事，都没有受，不会受到惩罚，也不会说，也不会有公义，不会有人来抓到他们，也没有人可以保护我们。政府要保护一族，政府没办法。帮助你出来，所以我没办法把这个人绳之以法。今天我们就只能待在家里，你害怕走到哪里都是有风险，甚至连走到家里，我们害怕上面的邻居可能突然打开我们家门，又发生什么事。我们十分惶恐。今天如果都是不破案，那达成的是这种效应，那都没有什么保护隐私又是什么，又有什么样的意义？你今天若一个人，今天整个社会一样，其实完全封闭的，今天我们无法是什么人，今天他的隐私太过强大了，我们今天只能就待在我们。政府不能抓住他，我们就把自己关着，把自己做一个封闭的空间，才可以保障我们的安全。那这样的隐私保障是有意义的吗？是有义务的吗？他其实不了解。而今天社会其实整个国家系统也有一样的想法，他们也认为今天侵犯了一定的隐私权，它保障我们政府背后有一个价值是可取的。今天我们一直在说到因人而异的情况下，今天各方面一直认为是手机资料太多。今天也有可能资料太多的情况会发生在锁票，也可能资料太多的情况会在我的通话记录跟我的被监听的范围之内。那为什么政府愿意接受这件事情？那都是为了今天要保护背后的价值。今天不然，侵犯隐私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方所不愿意看到的。但其背后要保护的是人民的安全，是社会的安定，是整个社会自由做自己，自由在这个社会上游走，在走动，整个在社会上的。所以我们认为，去接触手机要保障这样的，它就算可能真的发生一些隐私泄露的厉害，或是种种，是我方愿意承受，但我方要保障社会安全，保障这个平安的社会。有什么样的进展？你现在主要有五分钟，在欣赏完精彩比赛后，让我们现在进行裁判讲解。首先，请注意右手方的张总主管为大家。正方有没有利益，反方有没有利害，要两边不确定责任怎样，就这样。那
在正方没有利益的地方呢，简单来说就是手机解锁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别于其他事情可以突破的一些资讯。那反方说后面有记录这种东西，可以找电信公司、找信卡，巴拉巴拉这些就可以办到了。那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哦，其实你如果是 iPhone 的话，你打开它也不用解锁，你只要按 Home 键，找出 Siri， 然后刚刚说通话记录，通话记录就出来了。对，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做那些事情。很明显的，那个加多枪夹，它一定是要找到通话记录以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在双方在辩解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去更多加思考的问题吧。就是到底我解锁手机是想干嘛，以及我想干嘛这件事情要不要解锁手机？那今天的状况会是，正方说我想要不要通话点记录，反方告诉你说不用解锁手机。那在这里就两个地方都有问题，一个是他解锁手机是不是要调通话记录，第二个是调通话记录要不要解锁手机，在这两件事情上你们都没有做出足够多的举证跟足够多的查证嘛？对，那像我刚刚说的，你要调通话记录，不但不用调 SIM 卡，也不用解锁手机，直接问 Siri 就好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前面像是你们举的那个杀他室友的那个例子啊，他其实也没有问 Siri 啦，那个后来被发现是假报的，你看还是英文的网站就知道了。那他为什么会被定罪呢？他会被定罪的理由是两个，一个是手机定位系统。那手机定位系统，也许反方可以说那个我去问 Google 就知道，我有 Google Map 可能他有手机定位。那另外一个就是他打开了他的手电筒，在那个时间用手电筒照明，这件事情是他定罪的东西之一。那我不知道手电筒可以用另外一个不用解锁可以获得资讯的方式。那正方，反正你们就要去说他到底要获得什么，以及这个东西到底要不要解锁手机，这样大家才能搞清楚他到底在干嘛嘛。那反方也可以另外一个事项是之前那个争议的要不要解锁手机这件事情的时候，苹果也告诉 FBI 说我不用解锁手机，我就可以用无干备份的方式知道里面的内容。那这件事情是所有的内容都知道了吗？还是有些东西不知道呢？还是有些不备份手机就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设定？我觉得双方都应该要有足够多的认知。那在今天的状况，我会觉得给我的感觉是，正方并没有成功的说明出手机解锁之后能多获得什么东西。那这里我要说明一些观念，就是我的理解跟反方不太一样。反方比较像是你认为正方没有意义，所以不要解锁手机。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应该是你觉得正方他的利益没有大过于其他选项，且弊害又比较大的时候，才会不应该有手机业者解锁手机。因为如果今天正方无法说明说手机业者解锁手机这件事情利益何在，利益比其他人大在哪里，电信业者也可以看，其他人也可以看，但是手机业者就是也可以看嘛。那他只要证明到看手机可以多帮助他不安就好了。我觉得接下来决定权会在反方之间，所以在手机可以帮助不安，我觉得这个正方你们有决定成功，只是要用解锁手机才能获得那些足够不安的资讯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正方的决定是失败，因为反方有要求你说明，而正方并未说明，那双方只是互为决定者而已。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正方有成立到这个部分。好，所以接下来对我来说，我判决比赛，我觉得最简单。就蛮简单，就是我认为到底反方有没有成功的告诉我说，解锁手机这件事情造成的弊害会比其他的都还要大。那这里，反方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跟其他整个搜索进行比较，那前面段面有一个口误吧，就是好像就没有标其他搜索，然后后来确认是你只是不要解锁手机这件事情。那这是第一个要比较的，那另外则是反方说你要用开后门的方法才能解锁手机。所以这个可能成为一个万能钥匙，会导致其他的手续都被解锁啊，弊害会更大，这个扩张。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跟通话记录一样，就是双方没有举证，正方好像有说一下质疑，反方也说一下说就是要后门，但是双方没有讨论到底是不是要通过开后门的方法才能解锁手机。那在那个单一的个案，据我的了解，他确实是要开后门，他才有办法解锁手机，但很多时候其他手机不用嘛，就是不同的 iOS 机型，其实大家有在常常零星的提到，或其他的骇客有没有破解政府啊，或者是破解手机的内容。那反方有提到说，我过去发现系统漏洞之后，我觉得提升了，但是没有提升，导致让不少用户讯息受到了妨碍，受到泄露。那在过去那个我明明知道已经有漏洞可以破解的系统，
那协办刚好说那个系统的时候，手机业者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开后门的方法来帮助他呢？应该是的吧。所以那虽然正方这也没有功劳，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比较风险性，是在反方没有主权的状况下，我觉得开后门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的，我不知道。而取决者在反方，反方没有承认这一件事情。而从厂商的呈现看，我稍微推了一下就的判断会是，其实根本不是全部的状况都要开后门。也许有的状况要开后门，可是这个状况反方没有主张，而即便有的话，那正方说不定也可以说，那我就不要这个状况就好了。我觉得在这里影响不会太大，所以剩下的就只有到底手机解锁且在不开后门情况之下的解锁这件事情的伤害有没有比其他人大。那这里反方的说法比较粗糙，反方的说法就是说它的范围是没办法控制的，它可以侵害很多的东西。那正方这里好像你把它分成两个层次，你认为一个是侵害的内容多寡，另外是可不可控，你这两件事可以分开讨论。所以在范围多寡的时候，就是说手机有人多，东西多，有人东西少，那房间的东西也可能很多，所以这个多寡不太确定。那可不可控也是一样，你的房间你可以去搜索很多东西，你要翻箱倒柜，那手机你也可以精准搜查，如果要精准大家都可以精准，如果要乱查大家都可以乱查。那在这边先讨论那个范围的部分，我觉得范围的这个说法在厂商阶层里我可以接受，那我觉得细讲一点，我会觉得也是不够的精细。为什么呢？因为反方如果今天上来跟你说，如果手机不是去因人而异，那我今天来找到你的手机这一块，哎，其实跟你房间是一样，或者是比较小的，那这时候你就没有任何用处嘛？一定要手机资讯多于房间资讯的时候才会用，那它的这伤害会比较大了吗？但那回应的也很简单，就是刚刚说，那是只是取向的不同嘛。我不会把我每天通话记录能写的日记放在我房间里面，那我会把它放在手机里面。可是我放在房间里面，我可能会放在手机里面。所以你这里比较细致处理，应该不是多寡的那种，是取向跟我是不一样的。我会存储，我先存在房间，我存在手机。你应该是要求反方去告诉大家说，为什么可能藏在房间那些东西全部都是可接受的，而藏在手机这些东西还是不能被接受的。我觉得这个会比范围多寡跟我阿公阿妈用手机就不会放什么东西，那我放手就用什么东西比起来有说服力啦。因为你阿公阿妈肯定就不是正方你想要举的那些例证啊。你阿公阿妈如果假设他犯案了，他的手机被查错之后也不足以破案，所以我觉得这是更细致的说法。对，那在控制的部分，我觉得初步也是可以接受啊。那我对这里是反方的说法，我比较能接受是。说我就是要找一把手枪，所以我走到房间里面看，那个信封有点薄，里面应该不会有手枪。不看，我觉得这些有点怪事情。就是你第一是，你怎么知道我进房间就是要找手枪？懂懂吗？你可能我要找凶器，那这个凶器可能大概是什么？它是被刺伤的，但是被刺伤的话，可能是把刀子，它是可能是刀片，可能什么东西？它一开枪，你可能想要找子弹，可能要找什么东西？是不是你要买？找那种买枪的交易的记录之类的，你为什么就找那把枪？这是有困惑的。那另外则是，哎，就刚混在一起讲，就是你就算知道你要找枪，你翻其他东西能不能有助于你找枪这件事情，其实应该也是可能有的嘛。所以我觉得反方在说明现况之下，你查东西它范围能比较精准，我是有点困惑的。而我自己的感想、心得或者是对世界认知，我觉得。找手机如果要精准，手机好像会比较精准，因为我们直接卡 F 就可以查询文件的内容嘛。那我要找手机，如果我只要查手枪，那我就要查手枪，我就不会看到任何多余的资讯啊。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个范围难不难控制这方面，反方的说明是相较薄弱许多。那我也可以接受正方的说法。对，那另外一个则是反方这里想要说，有一些人的手机内容多到影响国家安全，多到有公司机密。那这个东西就两个部分讨论嘛，一部分是刚刚已经讨论过，就是范围是很大小的问题，就是他家可能会有的问题。那另外则是知道了有什么关系的问题，就是最好问题说国家知道了国家机密有什么关系？这很粗糙，因为它就是不同部门嘛，而且重点是可能今天。知道查警察查不案啊，可能不要说他可能有被害，他可能这种军事的机密他保护比较严密的，那今天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个危险之类的。那反方对于这些东西好像也没有比较
较合理的回应，我就觉得好吧，国家知道国家机密，在这个乍听之下也不是那么不能接受，没有荒谬到不能接受，只需要更细致说明的时候，再把荒谬质疑，我就会初步接受正方这样的说法。所以回归到今天这个题目的比较，我就觉得在应不应该解锁手机这件事情上面，正方没有说明出解锁手机多余的利益，但是解锁手机是有利益的，而反方没有办法说明出多余的弊害的时候，我就觉得解锁手机跟其他东西一样，它不是一个必要的手段，它也可以选别的，但是我要选解锁手机也不是不行，所以它是可以被选择的手段。那这是就前面双方论点跟攻防的结论。那再最后说一下最后的比较是，即便像今天的状况，我会觉得是正方是得到我的论点，因为双方对这一点没有进一步的争论。可是就这一点，其实还可以往下争论嘛。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是不是执法手机的就应该要配合？我觉得也是两回事啊。就是可能的切入点可以有是公民他没有义务配合查案。你告诉我说，我如果来帮你，可以跟别人来帮你有一样的效果的时候，那怎么样？为什么我就要帮你？这就是两回事啦。我觉得正方论证的是，我可以去找手机业者来帮我，这件事情没有大弊害。可是反过来是手机业者没有要应该要去帮他。我觉得这里还是反方可以进一步往上争执的地方，只是反方没有进一步往上争执。反方在最后你不管是三辩还是结辩，你要说点都很简单，你要说点都是核能、核无或者是什么什么东西带来极大利益的同时也承担了极大弊害，所以你认为不 OK。也就是说，你认为随意比之后弊大于利，可是今天的状况，我觉得并没有随意比弊大于利，因为你的弊害没有争出来，而其实正方也没有一个更大的利益给我感受到，你其实也不需要那样说比较。所以我的论点没办法解答，我把最后论点都排给正方。如果有问题，可以再找我讨论。谢谢。谢谢学长精彩讲评，接下来请主席正前方的李总台需要回答讲评。另外一回事，就会使今天整场比赛，我不觉得今天很高有懂自己到底想要讲什么东西。那对正方而言，我觉得你们正方讲的就很简单，就是我今天可以透过解锁手机，然后来解决，来维护社会秩序的这个安全的问题。那在这里，我觉得几份资料是有趣的。一份资料是你说有几百只手机是现在没有办法解锁的，一开始一遍我听到是300多只，那后来是200多只，我不知道有几只，可是听起来就是有几百只手机现在把它解锁了。那手机里面是有可能找到犯罪证据的，所以举的例子是孔公刚那时候找到了主谋的那个案例。那后面去推导出手机有时候有证据，他们才会伏法的那些案例，所以是可以有这些资料是能够让我想象说，接触手机之后可以对社会秩序有帮助。那后面你们是试图想要用类比的方式去要求本人说明手机跟其他的手段有什么区别？如果监听我都认为应该做，搜查证据应该做的时候，那解锁手机为什么不应该做？好，那正方就到这边。那对正方第一，反方做什么挑战？第一件事情，就挑战说不一定会得到你要的资讯，不一定真的有帮助，不一定真的能够找到那个人。这个挑战我觉得攻防的意义不大，为什么？因为对于正方而言，本来在起诉的时候就不是我接触手机就必然怎么样，而是接触手机之后就有机会怎么样。那第二个能做比较多的挑战是，有其他手段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可以没有注意到，当你去说有其他手段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代表你认同
用其他手段来侵犯隐私，所以这个会跟你后面那块去说，就是一开始那立场问题，到底对你们来说监听可不可以做？对你们来说，其他搜索票就可以做？那个态度，我觉得有一点暧昧，不太清楚。原因是因为前面一辩的时候说不行，然后后面讲起来又好像可以。那行诉出来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因为如果你们攻防力道是在其他手段也可以的话，那对正方而言，就是你们前提是认为这是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只是我们用其他手段就可以。所以正方这边的回应就会是，如果其他手段可以，那这个手段也照理而应该可以。听懂我的意思吗？其他手段可以做到一样事情，他们认为对，那这个手段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关键差别就只在那这个手段。解锁手机的手段，有比其他手段有机会能够突破更多，找到更多的东西或找到更多的证据，在这里。但我必须说，我觉得正方在这个点上的回应是比较少的。但后面我听到，就是有点像，但我不确定有没有意识到你在讲这件事情。就是后面去讲，如果不能解锁手机之后，大家就会把资讯放到手机下面，那你也奈我不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行书是好去想象，手机如果我没有办法，就手机这个手段相较于其他手段是有机会得到这个证据，当然不必然，当然也不见得手机比其他得到的更多，但是有机会得到手机有的那个部分的资讯的时候，正方在这边利益我不觉得反方是有做，就是完全破坏掉，我是可以接受正方在这里的利益是成立的。那对反方而言，你们去讲的那个利益啊，就讲的那个利害是隐私的侵害这件事情。第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手机的隐私侵害有没有比其他手段来更多？因为正方就拿着其他手段当盾牌，不断的去说，如果其他手段可以，为什么解锁手机不行？那这时候你们在针对解锁手机相较于其他手段之间的区别的切割就变得很重要。那这里隐私的方式，你们切割方式就是他侵犯的隐私更多。可是你们在行诉的过程当中有一种大小眼的状态，就是。我去搜索房子，就是去找枪。我搜索手机，然后你就用各种形容词，公诸于世，喷出来之类的，试图用这种方式告诉你，真的是超多，我超不能接受。然后在那里喊口号，你知道吗？你们其实根本没有仔细去论证到底为什么手机里面的隐私侵犯必然比其他手段来的更多嘛？听得懂我意思吗？所以。在这里，如果你没有，然后你们没有办法论证更多的时候，那就不能够用更多来切割之间的区别。但是我可以接受用不可控制来切割之间的区别。可是不可控制的内涵是什么？你们的一直下一个标题叫做"我们觉得用解锁手机相较于其他手段是来的比较不可控制的"。可是为什么不可控制？是因为一进去之后隐私会喷出来，你懂吗？你之所以不可控制的内涵，其实讲的就是隐私侵犯比较多嘛。那赵正伦，你又没有证明隐私侵犯比较多，那我怎么会知道这手段不可控制？所以就我而言，你们论点本来想讲的不可控制是在这个手解锁手机的这个手段，在手机业者协助的情形是创一个后门的程式，而这个后门程式就形同一把可以打开很多人家里锁的那个钥匙，所以相较人比较不可控制。监听的手段就监听那只手机。可是我并不会因为请人帮我监听那只手机，就使我可以去监听其他的手机，或是骇客有机会监听其他的手机。可是反方意思是，如果创造一个后门程式，除了政府可以开你的锁之外，骇客入侵拿到后门程式，或是骇客知道我们的漏洞，就容易去攻击其他人。我觉得这个才是不可控的地方，这才是这个手段相较于其他手段最大的区别。因为搜索票就是有票能进去，对吧？可是今天搜索票并不是去开一把。打一把可以开启所有人家门的万用钥匙嘛？所以反方应该就是手机业者协助的那后门程式就形同那把万用钥匙了，概念因此更加不可控，所以隐私侵害才会比较大。这个隐私侵害比较大，指的是会伤害其他人的，而不是手机里面的隐私比较多。我觉得你们没有听懂，也就不知道自己想讲什么。所以又发现，如果你的攻防的落点一直只有落在隐私侵害比较多，又正不是隐私侵害比较多的时候。怎么区隔双方的手段有什么区别？没有办法论证说解锁手机相较于其他手段独特之处在哪。那第二个你们提的弊害就是骇客入侵，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要连在一起的，可被你们分开来。就是有一种正常情况之下，你就会侵犯当事人隐私，
当成隐私侵犯更多。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骇客入侵，所以会伤害更大。可是骇客入侵这边就毁了，所有的资讯、所有的手段都有可能有泄露的情形。你们有在这边做回应吗？也没有嘛。所以你会发现，你们问点白是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避免正商去拿现况的其他手段来跟你们当盾牌做攻防的。可是你们却没有这样去做攻防，而是去进入了隐私多少的家，然后不断在抢隐私多少，然后到最后只能糊口哈，然后不断的用一些形容词去说，根本就没有任何感受，也不能接受。那会发现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你后面再去接哦，因为这个手段真的太危险了，太强大了，听起来都是屁呀、啊。到底哪里太危险？到底哪里太强大？到底哪里像你说的像核武器、化学武器一样？就不知道。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在这边的比较上面，反方因为自己完全打偏了自己论点本来有优势的那个部分，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在这里做出明确的切割。没有办法做出明确的切割，我就会接受郑浩所说的，在社会秩序跟隐私的比较下，如果其他手段都可以，那技术手机照而言的比较也应该要是通过可以的。但是给你们的建议。万一如果反方做出了切割了，就是因为你们前面并没有去正面去做水印，你们只是试图拿其他的例子来形塑出那个水印的感觉，就是你看我们就可以做那么多应该的手段，那照理来这手段也应该的，意思是监听等等之类早就已经做过社会秩序跟隐私的水印比较了，而它是通过的，那我这个社会秩序跟隐私的比较也应该要是通过的，可是你们应该要正面去解释为什么社会秩序比隐私来更重要的内涵是什么东西？毕竟这个我觉得是场上很少讨论的，就是到底社会秩序的影响跟隐私的影响哪个更重要？你们注意到，本方在讲隐私被侵害的时候，也是试图把它连接回跟社会秩序有关的一些部分，比方说一个企业的财产，或者是比方说一个国家的机密，他们试图去连接这件事情。可是社会秩序包含的内涵是什么？有没有比隐私来的更重要？我觉得应该是要去正面说明的。比方说，你谈的就是一个人手机自己的隐私，而且是嫌疑犯的隐私。可是我们今天涉及的是一些平民老百姓的生命安全的问题，你可以去试图做危机上面比较，去正面回应，而不单纯只是去说，因为其他手段也可以。然后感觉好像这是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游戏规则。如果论证了接受手机精通其他手段，那接受手机应该可以。因为如果你们没有试图去准备这方面的比较的话，那手段其他手段被切割掉了，那就可能会没办法赢得这样比赛，就会比较危险。那以上就是我个人讲评，就是我觉得今天反方真的没有懂自己到底想要讲什么东西，好像就是听到了标语啊，就是应该是学长说差别在一个可以控制，一个不可以控制，然后差别在隐私侵犯比较多，隐私侵犯比较小。可是可以控制不可以控制跟隐私侵犯多少中间其实是有一段链接的，就是那个后门程式，但那后门程式被隐藏掉了，然后就疯狂去只能用喷出来啊，或是很多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去试图形塑，然后是完全没有办法做比较。那有问题可以再来问我，谢谢。谢谢学长精彩讲评，最后请出左手方的肖进去为大家讲评。电脑跟
接到网络等等。如果为什么扣押电脑或者打开电脑内部的系统跟资讯，那在现行的社会底下被承认，那手机还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知道。所以为什么今天公行会这么乱？其实我觉得问题来自于反方一面稿没有说清楚自己的态度，但正方的手机也没有去确认反方的态度。如果反方打的本来就是全部机关都不能的话，那这样处理。好，其次，如果反方只打，就仅仅是手机业者不能协助执法机关破解手机，那你们就要问出最根属的原因是什么。譬如说，有可能反方的回答是因为手机业者本来就是以此为品牌保障。有可能反方的回答连接到他们今天的一面稿，所以手机业者的破解方法，比如说像他们提出的特殊点是 iPhone 它如果输密码输太多错误，传过超过十次，里面的内部资讯都被删除。也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是利用第三方解锁手机，不成功的几率极高，也大多数的执法机关也不敢如此尝试，而只有谁可以从其他管道，也就是前面选。学长说的走后门的方式破解这件事，显然只有手机业者。好，那如果他们是这样，那你就要继续问他们到底为什么只想谈论手机业者的原因为何？对，所以我觉得其一是反方也并没有确定自己的态度取向，除了正方问问题不聚焦之外，反方自己打论点也不聚焦，对不对？这两个攻防你们在场上出现的频率，我不敢说差不多，但至少出现频率。的原因就是看心情，就是没有一个道理，没有是因为你们态度取向偏好 A， 所以你们知道中文压力比较重要在 A 部分，这是一个没有逻辑的打比赛的方式。好，所以我觉得其一反方态度的大小，至始至终让我非常困惑。然后其次，第二个预备解决，希望能够被解决的问题，在于手机破解手机这件事，或手机内部资讯这件事。有没有比起其他的物品、其他的侦查行为来得更严重？严重可以分几个层次嘛？第一个是手机握有的资讯量有没有可能更大或更深入？比起你闯进人家家或是监听人家的对话，有可能更大、更深入，这是其一，这是本质上。那其二，有没有可能破解手机的方法会让它的弊害扩散？例如说，你反方一开始就提出的。走后门的程序，所以这就回到刚刚为我们前面学长说，你们类比点是错误，因为你们类比点方式是利用搜索票直接类比到手机。你们想类比，我刚刚说的一个点就是资讯量的大跟深，跟找寻的时候我会看到其他。可这个类比点不对，这个类比点应该是我冲进某一个人家里有搜索票的时候，我就是只冲进那个人家里，在我开他门的那一刹那。隔壁房子的门不会一并被打开，而且我要讲的还不是只是钥匙，有一把万用钥匙哦，是隔壁房子的门不会同时被打开，全社区房子的门，全社区的保全系统不会立即就是解除保全。可是网路不一样，如果你要用走后门的方式，你要用苹果更改它 iOS 系统加密，就是解锁那个加密的方式，那显然与之不同。那如果反方想打的是这种论点，有没有需要铺陈的地方？有，譬如说你们一开始就要告诉他，告诉大家有两种打法嘛。第一种就告诉大家，如果是最普通的手机，就是你密码是无数遍，有一天一定会被试出来，那所有机关都可以，其他机关都可以解锁，没有必要要求手机业者。这时候反而会让手机业者承担额外商业利益的弊害，你干嘛要求他？然后第二种就是这种手机，然后你要求他。避开会扩散。好，这第一种打法。第二种打法，你可以怎么说？譬如说，现在由于手机业者，就是手机生产业者对于资讯保存的要求，所以越来越多手机往那种像 Apple 一样，你输密码输太多次，它就会自动删除这种保护方式。所以，当这种保护方式被确立的时候，你如果又要求手机业者又要用走后门的方式，显然就是。让这个加密城市门户洞开嘛，对，去塑造一种趋势，也就是你必须在这种保护城市越来越紧密，大家重视隐私权、重视资讯的不公开这件事越来越重视、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你怎么会要求他做一项反向的事情呢？所以你们才连接到。
较贴近正方，就是在执法上，在侦查上，大家认为扣押电脑，大家认为搜索，大家认为监听是可执行的，所以社会已经替你们做出一层损益比较。所以在这个状态底下，就回到你们一边搞最开头的地方的原则限二三嘛。当社会已经告诉你们这些行为的确就是符合公众利益的时候，反方同学的要求或是反抗又从何而来呢？就是我觉得你们某时候要自己确立一下，社会有没有替你们做出背书、做出损益比较，拉一下自己的就是长杆。我知道价钱并没有规定，可是就是还是有谁比较靠近经验法则的一方，对不对？好，这是正方。那如果正方主张这个，反方是不是就手无缚鸡之力？我觉得其实也不然，因为就像为什么今天要会有搜索票，而不是法律上规定警察若要搜索，就是当事人就必须依法配合？为什么不是这样规定？显然他是认为原则上你不必配合，除非警察经过严格的申请程序跟法官按压盖了搜索票之后，你才需要配合嘛，对不对？所以在这种人权保障上的原则，是我根本不用帮你，我根本就应该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为主，只有在例外时刻，你才要证明给我看你有此需要。对，所以我觉得光在法条上，或是社会就是目前对于这件事的态度上的解释，反方用最简单的原则跟例外去诠释人权保障的界限，也很容易就可以达成。可是显然今天的比赛也没有进行到后面这个部分，因此我对于这场比赛的判断呢是这样：由于双方的意见稿都，我觉得都可以，都算是成立，所以双方的意见稿都对论点有部分帮助。但由于最后反方在论点的定调下，跟后面弊害到底有没有出现，我觉得在攻防里是没有，是被相当模糊的。所以我比较多把多一点点的论点分数看给正方，但我也没有觉得正方打得很好或很精彩，因为正方一辩三辩其实讲的是一样的事情，然后反方只是没搞懂论点，但一辩到三辩也讲的一样的事情，对，所以双方的努力差不多，然后只是起步的方向有一个人比较没偏离的这么远。好，然后哦，可是我顺带我要讲一件事哦，我觉得我刚刚大概听比赛听到二辩之后，我就问了主席一个问题，我说这场比赛是不是练习赛？我的练习赛的意思是，这样三角循环有时候已经确定是某一方进的，剩下两方就是还是得继续比，这是一个练习赛。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我发现你们同伴站在台上的时候，下面哦，不管是上台前还是上台后，下面人都不理他，嘿，下面人他神游得很高兴哎，然后就是大家都脱离了这场比赛一发，然后上去的时候，因为你不听前面人讲说，所以就讲了一个跟他一样的话，然后连用词都还一样，可能是有人学的用词啊，我不确定。但我认为这真的是一个就是很可怕的状态，就大部分我看到比赛都是你的同伴要上去的时候，旁边有人把他拖住，硬要跟他讲，同伴要传达是一回事嘛。但我觉得这至少是一个比赛应该有的进行情况。你们不觉得大家很无趣吗？你们这些台上，你们觉得很无趣吧？我们看都觉得蛮无趣的，对。但我觉得真的很奇怪，超级奇怪的。然后后来发现你们是互咬，啊不就是今天有一方打平的就可以有在就是延长或者算平分单，然后或者另一方打平的就出循环，明明就是有关胜负的比赛，我真的觉得太神奇了，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谢学姐精彩讲评，最后公布比赛结果，在此宣布讲公布的顺序讲评顺序做出无关。第一张评分单，正方比反方62.5比61.5，胜方正方。第二张评分单81.5比65，胜方正方。第三张评分单，正方比反方71.64，胜方正方。恭喜正方比3比0获胜，双辩成功。